板，胡老板，这个琴和你特别打造的鼓。谢谢大家百忙当中的来到现场，然后今天马时期的开幕，谢谢大家莅临，谢谢。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相信你的好朋友、你的歌迷，其实还蛮惊喜的耶。对啊，嗯，因为没想到我会真的创了一个副业，然后因为我想要创业也想了好几年的时间了，可是一开始想说要创咖啡厅，然后或是一些选物店，然后但是要找到一个好像适合自己的，我又那么的爱吃，我觉得做吃的好像是最适合我的，所以就找了刚好我以前同事，他现在是餐饮大亨，所以我们就讨论了一下，觉得哎，好像可以做出一个比较特别的、特殊味道的卤味给大家试试。那你说你是吃货哦，对这个味道都经过你的精挑细选，没有错。而且因为其实我本身不太吃辣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主打的是麻香，所以辣味不敢吃辣的朋友们，其实这个小小的辣度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是一种麻的滋味，麻的滋味。所以麻时期是不是有些很特别的含义在当中，把数字都带进到你的品牌名称里面了？对，因为其实像卤水呢，基本上就是十三香，就是十三种中药的这个香料。那我们麻时期呢，就是又再加了四种神秘的香料，然后变成了独特的麻时期的味道。是，所以你好厉害哦！来到台北啊，就是要开第一间分店，直接插旗正中心101的美食广场。对，其实我有点紧张，可是因为我们也经过了半年的试店，我们的第一间店呢，在半年前就已经在新竹有店了，所以也是经过消费者就是大家喜欢，然后所以我们这次就决定我们在台北也来试试看。是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不要害羞，大声说出来，这不是第一家店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是你的第三家。而且即将会有第四家，就在7月份的时候，对，遍地开花，好不好？遍地开花，希望麻香的滋味，对，希望到处可以遍布麻时期的摊位。是，开店开张，最希望就是有好多的人来捧场，对，有人潮就是有钱潮，大家吃的开心是最重要的，选择在这边也是美食的一级战区哦，对啊，竞争力很强的，产生具信心了，哦，而且你看你穿像麻辣女王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来为你站台的，他也是天王级的人物，没错，是不是？你要好消息，有这位罗国庆，我的综艺大哥，还有在节目当中的好伙伴，都来为你加油打气了。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宪哥，以及你在旁边的好伙伴们，一起来为你的开张呢鼓励和支持。欢迎吴宗宪，欢迎坤达，欢迎柯尔，还有何美，各位好朋友都来为郭靖麻时期。那个卤鸡翅真的好吃，这个卤鸡翅真的好吃。
开一个店呢，因为我福气十足哎，而且现在哦，你看疫情，他真的就是直接跟疫情对干，因为这是他可以做外带，对，所以他们可以带回家吃。哦，你可以外带，来，我们其他几位朋友呢，说说的话讲一下啊。今天静姐姐，因为她昨天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把那个辣椒鸡寄给我们试吃过了。然后她真的是那种，因为我不敢吃辣，但是妈妈的非常舒服，哎，她的鲜炒茶超好的，哎，对对对，搭配起来非常解腻，然后我觉得很清爽的感觉，尤其是那个小黄瓜非常酸，但是有点很多辣椒，但没有大家怕的那种辣感，可是呛的，但它是麻麻的，然后在舌头的尾端有点舒服的感觉。舒服的感觉，麻麻舒服的感觉。那同时今天开店了，也再次证明了，塔拉红天的也真的没有用，没有用啊！安安好做，每天都要唱歌。那个陈敏今天妆法怎么这么？因为我很看重这个开幕，你太看重了。这样很拎拎。因为今天是你开店的，没有没有。吃辣，但是这种麻真的，昨天静姐进到我家的时候，我就吃到觉得真的是刚刚好，好吃，然后也不会太辣，然后就吃起来是舒服的，舒服的，舒麻，对。然后静姐就是我们黑队的一员，然后我一定要到场力挺她，感谢感谢。来，哎，我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静姐了，哎，今天，那我们今天其实大家都很完整。穿很漂亮这样子，然后那个手背已经被晒了两层了，不同颜色，都是玩很大，玩很大，都是大造成的，这才是两层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，哇，真的，哇，真的，希望会把这个生意给打开，因为我们这边吃真的很好吃，吃完之后我老婆还跟我抢，所以呢，哎，我一定要来这边买到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目前还在 ，OK OK， 七月份再开新的店，赞赞赞，是。好的，那我请你也来一下。我们的左手边，剪刀来一个 V， 来一个 V。好，胜利，剪刀胜利，厉害。好，请看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跟着宪哥的脚步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哇，厉害，低点，哎，低点，低点，好，来，我们这个郭靖超屌，抵抗疫情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呀，抗击疫情的最前方。很多店啊都很辛苦，但是我先收一下，啊，先给我来，不是了，80度都要带到啊。好，请一起展示你们的右手边，系统有三个包包。好啊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好，上面第二排我们有第二排的摄影大哥，视线在二楼，第二排的编号。OK， 谢谢大家。要剪刀，来剪刀，三、二、一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去签超热的单人音乐，开张大吉，业绩长虹。好，我先继续帮你夹哈。老板娘，哇靠，哎，他这里还有鲁邦鱼啊，太豪奢了，哎，真的超好吃啊。好，好，好。老板娘戴好口罩之后呢，就可以来点餐。好，没有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冲丸子也超棒，这个内行的，而且卤丸子，然后鸭舌头，然后素鸡，对，还有有没有速度与激情？这个速度，对，就是速度，速度你知道做什么吗？就是可能也是叫做宅男飞机杯的。所以他这个是速度与激情嘛？宪哥，给你点菜哦，专属于你的。九碗，他们刚好在我们前两天刚好在踩九碗，我们在七美，然后突然间拿一个板板，我们就玩九桶的游戏。今天刚好吃。秀一下鲍鱼，刚刚宪哥点的，夹出来让他看。刚才是鸭舌一定要，而且这个速度与激情，热爱，热爱，好好今天。什么时候会来拿一下啊？来来，等下一个满满的，哎呦，满满的多情的爱有没有？好，啊，太棒了！哎，吃了，你看他那个辛苦生意，那你怎么想要开卤味店？我好正宗呀，我就是大吃货啊，然后又本身爱吃卤味。
做它，还是你自己？就是我们一边尝那个味道，但怎么样调配出一个最好吃的？哦，互相研究了，来，学。来左边，左边，下面，先跟左边，台弄有一台，先跟左边，这个太闹了啦。好 ，OK， 来左边这边，好，好，天龙，好，左边给你放一个。那目前来讲，天龙还是暂时领先。你想下面，下面，资深的，资深的都用你口，对。然后呢，比较年轻的会用甜弄，但是呢，你控拍出来的画质比较好，甜弄的胶感比较好，我也是玩相机出来的。哦。对，87，请帮我拿掉了。又香又麻，对。来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哎，这样也是有。来左边，左边。我有五个，他们就不好打马赛克。87啊。今天非常感谢宪哥。我跟你讲哈，现在让他没有办法打马赛克。我们五个人用人形排出马十七，开玩笑，好了，那我们在这里也祝福啊，这个马十七啊，生意兴隆，风四海，财源广进，大三家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莲花，冬有雪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年年都是好时节。希望马十七生意越来越好，有一天老板娘终于买了一部保时捷。朋友也没看到这里哦，动态的，来这边，好，要打。